Hello， 大家好，你要学我这样子吗 ？Bonjour， 怎么接？哦 ，Bonjour，Bonjour， 我不懂法语，就真的不会法语。啊，吃了吗？吃了吗？啊，吃了吗？我吃了，吃了是吧？吃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吃了吗这个梗？你也不太知道，因为就是中国人以前他们互相之间打招呼很少，不管是什么时间见了面都会说吃了 吗，就是吃饭了没有，就其实吃饭了没有，然后也是个问好的意思，然后就会有些老外他来到了就觉得很好玩，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会吃了吗，吃了吗，我见面了，就这两个朋友，就两个朋友，我们走远然后哎你好，吃了吗？你说我早上还是下午，就还是晚上什么时候见到了都吃了。其实我刚刚尝试用这个法语跟你 say hello， say 你好， say 你好， say hello， 你好，那就说你好，打招呼啊。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法式南瓜奶酪汤，奶酪汤，没有。法式南瓜奶酪汤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赞！这个汤，南瓜看到是选了这种比较小的一个，刚好就一顿，是吗？一顿吃，就一顿就一餐，哦，一碗两碗，一顿。不是一顿，这语言上的文化差异，我们说，一顿饭就是一餐饭，在广东话里面就是一餐饭就是一顿。好了，我就说粤语好了，你帮我翻译。不好啊，我们还是要说普通话会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个北京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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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尽量试一下，尽量试一下。这个是法国的。小南瓜，小南瓜，法国小南瓜，不会，小南瓜，法国小南瓜，南瓜，小南瓜，这是法国，来自法国的小南瓜，是这样吗？奶酪汤，奶酪汤，奶酪汤啊，奶酪汤啊，奶酪汤啊，这不会，好了，那我们来正题了，怎么弄啊？怎么弄？挺着急的，有什么配料？就把它的皮削掉，然后切丁。其实啊，削皮是可以用那个削皮的刀，是削不动的，削得动的南瓜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啊、我给个削皮刀给你，当然会比较吃力一点，但是还是能削的。可以给我那个砧板吗？谢谢。哦，不用试了，这是这个刀的问题。真的，我平常都会去用，当然会比较用力一点。我们就用刀了。哇，小心手了。没有，先砍开。哇，女中豪杰开南瓜。啊、我先拿个汤匙把里面的糊，拿个汤匙把里面的糊去掉，先别切。这样子的时候，这样子去糊会容易一点，一会你切开了，你再去糊就会麻烦。其实不是啦，南瓜糊也要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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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先刮完。没有，我们之前切片了以后才去弄，那就很简单，我就跟你说一个逻辑，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，你看。你切开了一半，我只要一边刮一次就完成的，完全的把这个南瓜糊给刮了出来，处理清除，对，处理干净。然后如果你切成了片，那我是要刮多少次呢？